ground shake.有点像 F4U 吧，对，那个美军的算是海军的飞机吧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飞机，它要从后面上去啊。我们来改装一下好了，护具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用闪光弹好了。操控用竞速的，应该会比较快哦。那这个涂装呢？这个圈圈好，还有旗杆。OK， 那好像只有水流比较好看，其他都还行啊。这个也还 OK 啦。这个是加油站，我用水流好了。那喷漆的部分用什么？亮金属啊。哎呦！哟，这颜色不错，黑色，然后彩色的水滴，白色水滴，黑色不错，我喜欢黑色，但是它看起来好暗啊，用亮一点颜色好了。我觉得它应该用银色才对啊，金属色的银色，银色，对，法师铝，副色调改一下吧，是前面的吗？哦，旁边的。哦，银白色吗？哦，银蓝色好了。这样我突然想要把那个主色调的金属换成亮金属的银白色，跟它搭配啊，买银蓝色我讲错，对，这样子比较好看嘛。OK， 这台车改完喽，我们来试飞一下，离开机库。我们准备起飞啦！哦，这个机头就不一样哦。哦，好快哦，真的很快。OK， 我们的另外两台飞机都入库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的海！哇，这个光影真是赞啊！它这台飞机应该是没有其他功能啦，应该就是这样飞比较快吧。脚下也不能收，看一下正面。这是一个操纵杆，好快哦！哦，高速旋转，它连转弯都很快哦，真是爱快。我先把这台飞机试看可不可以迫降在那个机场。它好快哦！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回转一下头。先被锁定了。不会啊，自己的朋友啦，应该是不会把我击落吧？差不多这个地方要左转，对不对？慢慢的左转，然后放慢速度，先拉回去一点点，慢慢的下降，然后减速。哦，飘起来了，飘起来，飘起来。哦哦哦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好漂亮的夕阳啊，对不对？哇！对哦 ，OK， 这台飞机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别忘了按个赞，记得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